不过轮回一瞥，不到第三层御剑法诀。我爹要是问起来，我替你担了干系。白纸画卷，寥寥几笔，回江湖生。你到底要找什么书啊？不忍心成的也不成也，心还为谁引起灯火烛是书景息怒。梦里随风摇，你师父是不是怎么发的？我师父他这个人啊，嘴上对我很严厉，我其实在心里可是心里啊是很喜欢你，对我还是很好的。他不也不也命途的秘密，我也可以下山啊，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用白不用。若一笑千古，因为爱的痴迷永不吐，也不会做你的心痛。江师弟，你不用准备七脉比武啊，大家都在全力，而你在干什么？还在做这种无聊之事。这次啊，就当过来见识。明天你对上的是我的大师兄彭昌，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，他会手下留情的。你再怎么样也没有我齐之心力。幸运门是没人了吗？连那个张小凡都能进入四强，我就一定会输的。张小凡，你到底修行了什么旁门左道？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不会法术？我不是让他留手了吗？啊，我没有能赢的本事，我用的全是阴招。你撒谎，你撒谎。我不喜欢你跟齐师兄在一起，我不会撒谎，我从不撒谎。直至第四层境界呢，我替担高兴。请师父责罚，委实同意，轻则练兵数十载，重则废去道行，逐出师门。若不放弃，爱的人却反目，错过了幸福。那天和你吵完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你是不是还在因为那个比武的事情生气啊？我不会伤自己兄弟的心，我祝福你和齐师。入门下一定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也不会做你的心痛。